界泳池。对。哇，实在是很难用镜头跟大家描述我们所看到的很漂亮的美景跟设施。东塔、西塔，现在到西塔。占地40000多平方米，然后我们的上面都是我们的商圈跟公共设施，然后我们离其他栋的栋距都非常的宽，因为我们占地已经很大了，所以基本上不会有其他大楼挡到你的视野。OK， 然后我们现在在 Melbourne Square 的楼下，一楼就是 Woolworths 商圈，那东面呢就是第二期。第二期现在已经动工了，预计2027年底会完工。那我们现在进去 Woolworths 商圈里面，然后可以顺便到 West Tower， 它楼下 Woolworths 还有卖酒，然后还有咖啡厅，这边都有。总共占地40000多平方米，那所有的设施呢，基本上让你可以都不用出门，你在楼下就可以完成你的生活机能。这里甚至也有亚超。Melbourne Square 西塔 West Tower 的地址，11号 Bell Circuit。那我们现在到西塔第一期的西塔进来看看里面的单位，一样是几乎是24小时的门房，也是一样，这边也是晚上11点结束。OK， 我们现在来到8楼，那8楼基本上是东西两塔。的一个公共设施空间是相连的，我们现在来到8楼。这是西塔，这里有一个，你看到有一个游泳池空间，这边是朝北，那这是我们的东塔，那这是我们的西塔，我们在8楼共用这样子的一个公共设施。那这个是泳池，后面应该也是有一个 SPA 池吧。像是个 Infinity Pool， 是，对，无边际泳池，戏水池，还有 Barbecue Area， 空间，嗯，哇，这里非常漂亮，很漂亮的美景跟设施。那如果有机会来到我们墨尔本的看房行程的话，就有机会带大家一起来亲临现场。嗯哼，不能进去啦，但是它的健身房空间在里面，我们其实看得到有人在里面健身。然后每个空间都还有一个号码，你跟朋友预约的时候，看你要在哪个地方碰面，还不错，还蛮有趣的，有一个小小自己的一个空间，每一个小栅栏都有号码，这个你都有号码，这5号。现在来到这个东塔这边的公共设施空间，这边有刚除了游泳池以外，我们现在进来到里面，这边有个lounge bar， 有个撞球台，然后会客室，有朋友来的时候就可以预约来这个地方。是，那我们刚刚在外面8楼的空间都是户外空间嘛，然后这边就是一个室内的聚会的地方。Okay，
东塔、西塔，我们现在在西塔。超高速电梯。这个速度非常快，已经开始有一点点耳鸣了。欸，我们现在来到 Melbourne Square 的54楼的这个公共设施。那首先我们来到这边的是游泳池，那这个方位也是一样朝东的方位，然后东北看 CBD， 这感觉就都是整个里面很温暖哎。我看这个也是温水用池吧，很温的。然后整个墨尔本东边无敌的景观，然后还有 SPA。SPA 的区域，可以。我们在里面就是一个麻将房，麻将的地方。对，打麻将的地方哦，打麻将的地方，麻将房。然后 Premium Lounge。一个会客的地方。那像这个这些公共设施需要预约吗？这个都是需要预约。我们一楼就有物管了。那这个一楼的这个门房呢，几乎可以接近是24小时的。它每天晚上是到几点结束？到晚上11点。对，那几乎已经是几乎是24小时了，等于是饭店式的管理了。对，嗯哼 ，OK， 来看一下整个 CBD 皇冠赌场、亚拉河艺术中心，整个南岸跟 CBD 的景观都在这边了。所以这个等于是，如果你有朋友要来的话，办 party 的话，可以预约这一个 Premium Lounge 的一个公共设施空间。继续往下 ，OK。这个麻将房没有人使用，因为这个麻将房有人在使用。哦，所以麻将房是要先跟客户先预定才可以进去。嗯，麻将房是需要预定才可以进去的。干净利落。那东边这边就是战争纪念碑。战争纪念碑，然后还有我们的亚拉 Albert Park 盘湖赛车公园跟 St. Kilda Beach 整个南方的海景视野。 OK， 所以这个房间非常的不错。